姐，这里就是汴京城呀，果然是一派繁华，好热闹呢。这里是汴京城最大的市集，不过眼下还不到最热闹的时候。小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不知道谢家来接引咱们的人到了没有？是表妹吗？姑苏知府之女见过谢表哥，有劳表哥特来接引。听闻表妹受姑苏府之造，亲自推荐入上府局任职，上位恭喜表妹。粗浅手艺不过是知造大人给的体面罢了，表哥可别笑话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表哥这是……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吃糖人，所以特意去买来给你。这么多年没见，难为表哥竟然还记得我的喜好。表少爷偏心，只给小姐买糖人，我也想吃呢。那不妨让表哥带我们再去买个糖吧，也给孩儿表妹带一个回去吧。好，当然是大家都有。都有。这里是汴京城最大的市集，不过眼下还不到最热闹的时候。小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不知道谢家来接引咱们的人到了没有？是表妹吗？姑苏知府之女见过谢表哥，有劳表哥特来接引。听闻表妹受姑苏府之造，亲自推荐入上府局任职，上位恭喜表妹。粗浅手艺不过是知造大人给的体面罢了，表哥可别笑话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表哥这是……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吃糖人，所以特意去买来给你。这么多年没见，难为表哥竟然还记得我的喜好。表少爷偏心，只给小姐买糖人，我也想吃呢。那不妨让表哥带我们再去买个糖吧，也给孩儿表妹带一个回去吧。好，当然是大家都有。